少只，其他只跑哪儿去了？居无存家，不好事，不红啊！谁没来得及？小玉小马野兽，小玉小马野兽，东家，你有没有觉得啊？我们跟弟弟相处也是两年多，快三年了耶，好可怕！对啊，什么话题都聊过了，有点腻吗？你们？也不会，哎，我有一点。那你会，你来的算早的嘞。说真的，你最腻谁？你说我最腻哦。嗯，应该是我吧。有点。讲真的啦，讲真的，都没有。我对我弟反而不会腻，因为他在棒棒糖是另一个全新的自己。哎呦，会觉得哇，这是谁啊？对，就我会觉得我不认识的人，是我反而觉得很新鲜。耶，那你觉得谁？你看了觉得，哦，尾鱼啊。对，看到有点腻，尾鱼是吗？哎呦，居然是我，油腻，不是尾鱼，是他真的太油条了。我们今天要来好好讨论一下，你们这个从素人哎，路人甲乙丙到现在一路上这样变化变化，这站上这么多的舞台，对啊，现在是艺人，这段日子你们的一些好不好心路历程，就是台面上的风光啦，然后台面下可能，但重要的是我们都还是保持一颗赤子的心，没错，是啊，你是说没有拿桥的意思就对了，对，没有，为什么要保持呢？就主要是还要吃小朋友这一块。吃小朋友这一块到底是哪一块啊？大腿手臂还是合同纸尿啊？说话说不清楚，小心会误认成妖怪。重点就是棒棒糖男孩也是人，艺人也是人，也是人。我们今天分了好多个主题的，好好的大家打开心胸来聊一聊。来第一个主题，试试看。对啊。哦，难免也会输球，手酸了。这还叫难免吗？我人生整个当艺人当了八年，别吓我，没有，就是当艺人也会输球啊。哎，真的有点，真的是个性的问题。你在输球？好，比如说我人生最大的球应该是2006年。你说摔下舞台？我有看过影片的。等一下，他就这样 ，Hello， 我是 Hello， 我是范范，我要让他带来这首歌。然后跳起来就说：“哎，我没事，大家。”专业，专业，专业，那就是艺。